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富伯拉儿童普通话的如何做教师。今天我们将会教大家如何做培乐多冰淇淋。所需要的材料有干面罐、饼干毛型切割刀、冰棒木条、紫色的培乐多、粉红色的培乐多和刀子。我们开始做吧。首先将粉红色的培乐多用擀面棍剪平，再切成长方形，然后用半个饼干毛型切割刀将长方形的顶部切得圆圆的。紫色的培乐多做法同样的。然后用饼干毛型切割刀将培乐多切成三个形状。然后加快颜色。放在一起。再插进冰棒木条，就这样完成了培乐多冰淇淋。谢谢大家收看富伯拉儿童普通话的如何做教师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。还有，别忘记订阅富伯拉儿童普通话哦。再见。